梦回场啊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。咱们继续来看比赛，观战方的话是一手大唐，对战方的话是神木林。看一看这把比赛，对战方起一手纸人，观战方直接踩了干将就扫过去。观战方这个大唐玩的，我靠，他喵的是吧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最后锁血没有死，你这样横扫出去是吧，没有达到一个效果的话还是非常伤。这样的话观战方有点难了，大龙龟破一下防，破一下保护，观战方起安神诀顶一手，观战方继续出，这个大唐打这种法系的话非常难啊。观战方一手破血打掉对战方这只宝宝，主要的话是神木林的一个清场能力太强啊。观战方触发侵蚀，其实这个回合是不建议扫出去的啊，但是观战方还是一意孤行的扫了，对战方很细节的贴了一手，再加上对战方宝宝弹了两手特性，对战方的这只壁垒又活了下来。这样的话下一回合观战方休息，对战方的一个火力会有点猛。对战方秒16000哈，这是什么概念兄弟，观战方这一回合必须出宝宝，其实比赛打成现在这样的话，观战方想赢的话就很困难了。对战方补先烈，观战方出孩子，对战方一手轻击舞4800，出一手法莲1300，一回合点杀观战方6000多血哈，观战方人物直接倒地，这孩子直接逃跑，这样的话观战方应该是直接选择放弃了。这大唐我靠太悲催了。